是不是两个？有人吗？你是不是混打？你愿意跟我回这句话？今天抱着一个孩子，悄悄开始想象你的小样子。你送给我一个名字，爸爸是勇敢的修辞。我们就此要认识彼此，为你学会懂事。听你想喊喊，耳朵里开出童话。想象你的小样子。